你刚才看到的并不是科幻电影中世界末日的情节，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在大约45亿年前与一颗原行星产生的一次惊天碰撞。在这次碰撞中，不仅地球的身体被撕裂，那颗原行星也几乎粉身碎骨。但正如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，撞击产生的碎片不断重新组合，最终也为地球创造了一位独特的伴侣，月球。而接下来一段太阳系中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即将上演。这是火星，在数百万年中，它的自转轴倾角变化可达60度之多。如果换作是地球，那么每年冬至时，北纬30度以北的地区，包括我国哈尔滨、北京、郑州，甚至上海在内，都不会再看到太阳升起。而到了夏至时，这些地区又将进入极昼，迎来无尽的白天。如果一年之中的气候变化真的如此剧烈，这些城市将不再适宜人类居住，甚至众多的生命也难以维持生存。不过别担心，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月球。在月球的引力下，地球自转轴的倾角基本稳定在22.1到24.5度之间。这意味着一年之中，阳光直射点将在地球南北回归线间往复运动，形成稳定的一年四季，仅有北极圈和南极圈内会出现极昼或极夜现象。不难想象，倘若没有月球的守护，稳定的春夏秋冬将不复存在，甚至众多生命形态也会彻底改变。今天的地球表面大约71%都是海洋。在地月组成的系统中可以看到，地球会受到月球的引力作用，而如果将视角切换到地球表面，地球还将受到绕地月之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。这两种力的共同作用就是潮汐力，它的分布大概是这样的。于是在潮汐力的作用下，海水将同时向面朝和背离月球的两个方向上聚集隆起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地球的自转，地球上的一点每天都将经历两次潮起潮落，日复一日往复循环，被称为潮汐。周而复始的潮汐作用令海洋生物在潮滩上周期性的搁浅，久而久之，发达的鱼鳍、原始的肺、皮肤的呼吸能力等特征逐渐在自然选择中脱颖而出，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生物走向陆地的进程。可以说是月球的守护让地球上的生命更加繁荣，那么反过来，在地球的陪伴下，月球又会如何呢？尽管月球上没有海洋，但在潮汐力作用下，岩石同样会产生轻微的变形，令月球成为一个椭球体。一旦椭球体隆起的部分偏离地月之间的连线，地球引力便不断扭转月球，让隆起的一面始终面朝自己，这便是潮汐锁定。于是正如视频中展示的这样，无论月圆还是月亏，地球上能看到的一直都是月球的正面。直到1959年后，人类通过各种探测器才看清了月球讳莫如深的另一面。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陨石坑，几乎伤痕累累，满目疮痍。此时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数十亿年的岁月里，痴情的月球一直是用自己美好的一面在凝望着地球。不过在这世上，哪有感情能逃过磨难和考验，即便日月星辰也不能例外。实际上，只要有足够漫长的时间，地球同样会被月球潮汐锁定，从此只有一面和月球对望。然而在此之前，只要地球的自转速度仍快于月球的公转，隆起的海潮便会拖拽着月球向前加速，令月球逐渐挣脱当前的轨道，以每年3.8厘米的速度一点点远离地球。这意味着距今大约6亿年后，地球上看到的月球将明显缩小，日全食的景象将永远成为历史。而距今大约30亿年后，月球引力再也无法稳固地球的自转轴，全球气候开始剧烈变化。照这样的速度，终有一天地球将永远失去月球。但他们也许没有想到，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到来。到了距今约55亿年后，熊熊燃烧了100多亿年的太阳，终于耗尽了内部的氢燃料，开始不可逆转的膨胀，演化为一颗红巨星。随着水星、金星被完全吞没，巨大的火球、猛烈的风暴，最终还是来到了地球面前。
而受到太阳外层物质的阻碍，月球的运行速度将持续降低，并在引力的作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地球靠近，直到超过地月之间的洛希极限，被潮汐力撕成碎片，化身为美丽的光环，环绕在地球身边，并最终落向地球，与地球合二为一。本已渐行渐远的月球就这样在生死关头不顾一切地回到地球的怀抱，可这还不是结局，太阳的膨胀仍在继续，直到将外层物质抛向太空，形成壮观的行星状星云。而怀抱着月球碎片的地球，此时早已被火光吞噬，化作灰烬和尘埃，消失在炽热的烈焰中。到这里，地球和月球的爱情故事终于走到了尽头。或许此时未来的人类也带着文明的火种找到了新的家园，但每当人们遥望星空，也许还会想起那段长达100亿年的爱情传奇。又或许地球并没有灰飞烟灭，而是真的逃离了太阳系，开始了数千年的流浪。到那时，人们也许会发现没有带上月球是一个多么令人懊悔的决定。